这是我们年终法会要来做什么？你们都知道，我们华人有一个特别好的习惯，叫干什么呀？啊，你们都不知道，哎，实际上你们经常做，叫拜拜，对不对啊？你们经常跑这个庙拜拜，跑那个庙拜拜，在家里拜拜。那么年过年叫拜年啊，你拜年拜谁呀？哦，实际上拜年才凸显一个拜字，就是拜拜。你拜谁呀？拜天、拜地、拜祖先。啊，我们是天父地母所生，所以我们拜天父、拜地母、拜土地、拜天公。那么我们还要拜自己的父亲、母亲的往上的历代祖先，还有过去七世的父母，以及七世父母的列祖列宗。没有他们，就没有我们的灵体；没有今生的父母，就没有我们的肉体。啊，所以是这些父母，我们都应该去拜；这些列祖列宗，我们都应该在每年的年终去拜一拜。啊，所以是今天把祠堂也特意给大家开了。并且年三十我们这个特意给大家开祠堂啊，因为你们很多人家里没有设祖先牌位啊，那么我们在那儿设了全人类的历代祖先，新加坡国民的历代祖先，那么还有这个中华民族历代祖先，世界各国的历代祖先，你是外国人也可以进去拜了啊，因为有世界各国的历代祖先，哪怕你的祖先没有单独请牌位给他们，也可以在那拜到自己的列祖列宗，更主要的是拜过去的七世的父母以及他们的列祖列宗。通过这个系统，你可以拜到他们，可以谢到他们。说是我们年三十这个大年初一这两天，祠堂、佛堂会给大家开放。啊，你们家里有一些这个。这个善缘不具足，所以是家里没有佛堂，没有佛堂，那这个到这个大佛堂来拜拜，啊，那么新加坡虽然很多地方设了佛堂，但是设的未必如法，但是你们来到这面感觉会不太一样，那么这里至少是真有诸佛菩萨的化身分灵在的一个道场，所以供大家来拜拜，来祭拜，所以是拜年。这个要拜天、拜地、拜祖先、拜众神明、拜众佛菩萨、诸佛菩萨，啊，那么长者啊，这个系统，那这是拜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。另外还要拜谁？拜托你的什么？拜托这些列祖列宗帮自己，拜托神明帮自己，还要拜托冤亲债主不要找你啊，让你有机会去赚钱。让你轻松的能够赚到钱去还他们的债，所以是这个拜字叫拜托啊，也是拜拜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一个环节啊。当然这个年初我们还有一次这个年初法会啊，那么都是为了你在新的一年有一个新的开始，装置一个全新的软件，通过拜拜祖先、拜拜天地、拜拜众神明、拜拜诸佛菩萨，拜托一下冤亲债主，拜拜自己的列祖列宗啊，拜托他们加持自己，在后面撑着你的腰，然后撑着你的愿望都实现啊，说这个在新年的开端是十分重要的。在年终法会我们要总结，就是这一年你是否借到了神明的力量？是否借到了祖先的力量？好，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句号，今年要画上了，那就做一个总结，做一个总结。哦，我今年这个祭祖了，拜祖先了，那么这个我是一个孝子、贤孙啊，那么我今年过得不错啊，祖先保佑了我，祖先。在眼睛看不到的世界做了我的后盾，列祖列宗通过他们的 DNA 和我进行了连通，在眼睛看不到的 96% 的空间对我伸出了援手，做了我诸多的呵护，使我遇难成祥啊，这个所有的东西都吉祥如意
啊，那么这个我今年也拜了神明，拜了天地，啊，拜了这个诸佛菩萨、诸圣者、诸位护法天众，啊，这个包括土地城隍、山神这些空间中的各路神明，包括这个值年太岁大将军、财神，我今年都拜了。所以说我今年不错啊，那这个就形成了一个什么，年终要感恩，从心底生出一个感恩心来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年终法会有这个项目，就是拜天公谢天公啊，这个年终的主要是谢恩啊，拜财神谢财神，感恩这个财神这一年对弟子的呵护。这个拜太岁谢太岁啊，这个年终的拜是谢太岁，有的人只重视年初拜太岁，这个年终不来谢太岁啊，这个不够圆满，不是说不好，至少还缺了一画，没画上句号啊。你善时且善成，最后有个终结嘛，终结到一年终结了，你来谢一下财神，谢一下太岁大将军，谢一下众神明，谢一下诸佛菩萨，谢一下列祖列宗，这有什么不好的呀？对不对？那么年初一个开始，年尾一个结束，所以这一结束了归零了。那这个好比你这今年赚了1000万，你要把它存在银行慢慢花，不要说今年我赚了1000万，明天我都把它花光了。所以你这今年这一年借来的这些啊，诸佛菩萨对你的加持，换成了你的顺利，换成了你的生意如意，各方面都不错，那应该画一个句号，把这些所有的不错仓储起来啊，存起来啊，不要马上的去嘚嘚嗖嗖的把它赚到的东西都花掉啊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们希望这个归零不是归到什么都没有，而是归到不再丢失，完整的仓储。但这就好像我们把所有的东西放到仓库里保管起来是一样的。那这个我们人生所最大的仓库就是这个太虚空啊，还不是141年的宇宙。说为什么在佛法中特别强调空性正见，强调空性的力量？实际上我们祖先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，他对这个空性体验他是特别的深。说每年年中，每月的月底，每个星期的这个最后一天，进行归空，进行空性正见的，使用空性力把自己的不好的东西终结掉，粉碎掉，叫粉碎虚空。这就好像一个玻璃窗，你只要敲碎一块，整个的哗啦，整个窗就玻璃都就粉碎掉了。那这个你只要找到一个突破口，在自己忏悔的时候产生一种力量，去产生这种粉碎力，那么你历史上再多的业障，或者今生这个今年你再多的失误，再多的在身口意三个方面造成的缺点啊，不应该说的话，不应该做的事，不应该动的念头，只要找到那个突破口，咵碎个口，然后整张玻璃唰全部就粉碎掉。一粉碎掉，整个窗户就变成太虚空了，因为原来有玻璃，现在没玻璃了。是这部功夫在古代叫粉碎虚空，粉碎虚空是利用自己的空性力做一次破坏。做什么破坏？把所有的不顺的东西都粉碎掉，让它瞬间没有了，空掉了。说这个叫空性力。说是我们中华民族在道学上面一样的，也会借助年终来做一个归零归空。那么你如果是做了很多的善，做了很多的好事，赚到了很多钱，说老师我这样又敲破一个口我就没了，不是，你把敲破了这个口以后，你这个东西藏在哪都怕人家偷掉，对不对？藏在银行怕银行倒闭，藏在家里怕招盗贼，带在身上怕遇到抢匪。你到底把自己这个今生或者这个今年赚到的东西归到哪里去啊？
告诉你一个最好的仓储的地方，就是太虚空。你放在虚空里谁也找不着，因为太大了。是它又是个空性力，善的空性力，是叫三轮体空的空性。就是没有我，没有我做了什么事儿，没有我赚了多少钱，没有我对谁做了这个事儿，那这叫三轮体空，瞬间把这个力量化作了整个虚空，把它藏起来了。将来需要的时候，他又在虚空中把它聚立起来去应用。所以这个年终法会让大家做功德主干什么，就是把一部分的你已经变成的金银珠宝，然后把它布施出去，把它还归到整个虚空中，变成你的功德力。欢迎点赞留言分享弘扬正法，广结善缘，功德无量。